然后问我为什么玩狼人杀会好累，玩了就知道了，好累。那个是脑子累还是体力？哪都累。要抓人吗？那这个帽子得给我固定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就要拿扫把，骑着抓人。拿扫把骑着抓人。扫把？对，这是假的。我有扫把。啊？对。你刚刚去搞的吗？找了扫把吗？等一下，把第一名给抓走。等一下，你这个年龄心怎么成为魔法师了？你说男人必须得单身三十年才能变成魔法师吗？我已经单身三十年。三十了吗？这男人单身三十年才会变成魔法师。你当时玩的是什么？我当时玩的是个乐师。我是武装，我是武装。你们那个是有什么特殊技能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要拿我的笛子打人。那我这是干啥？我就是